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橙子乐园。哦，赛罗的脸上被人用画笔涂鸦了，看上去好像是独眼赛罗呢。泰罗也被人恶意的涂鸦了，他还长出了胡子还有疤痕呢。哦，初代奥特曼被人画上了浓浓的眉毛，看上去像是蜡笔小新呢。迪迦奥特曼也被人涂成了五颜六色的脸，看上去好奇怪呀。今天我们要用这个帮五位奥特曼清洗干净，而且这里面还有奥特曼的乐高迷你人偶玩具呢。那这一个可以帮到奥特曼的玩具是泡澡球，长得像一个鸡蛋，好香的橙子口味啊。我们又用这个泡澡球来泡泡澡水，看，冒出了好多黄色的泡泡啊！把它们丢到热水里，再丢入两个。哇哦，黄色的泡澡水泡好了。这时候，泰罗奥特曼和初代奥特曼想到泡澡水里面玩一下呢。哦，不小心掉了下去。赛罗和迪迦说，让我们来帮帮你们。哦，他们两个也掉了下去呢。看到这么好玩，佩奇和乔治也一起来玩耍呢。接下来我们要帮奥特曼涂上沐浴露，这样子才可以清洗干净脸上的涂鸦哦。看，清洗得好干净啊，是赛罗奥特曼呢。再来用沐浴露清洗这位奥特曼的，会是哪位奥特曼呢？哈哈，是初代奥特曼，你们猜到了吗？接下来要来清洗的是这位有疤痕的奥特曼。耶、yeah, ，洗干净了，是泰罗奥特曼呢。最后是这位五颜六色的奥特曼，你们能猜得出来是哪位奥特曼吗？哇哦，是迪迦奥特曼呢。别忘了，泡澡球里面还有惊喜玩具呢。这是哪位奥特曼呢？哈哈，是迪迦奥特曼的。看，他们的花纹一模一样呢。再来看一下这个，你们猜到了吗？它是赛罗奥特曼的乐高可动人偶。还有这个，原来它是初代奥特曼的乐高迷你人偶。最后这个是哪位奥特曼呢？哎，是泰罗奥特曼吗？不是呢，他少了两个角。那你们猜到了吗？是赛文奥特曼。可恶的贝利亚，让我来惩罚你。艾克斯把贝利亚打倒了，那他能不能打败巴坦星人呢？打败了。他还说要来一次性挑战这么多奥特曼呢。哦，初代首先倒下了，哈哈，很可惜呢。那我们的泡澡球里面泡出来的乐高迷你人偶有赛文和赛罗，还有迪迦和初代，看他们在打招呼呢。泰罗这个时候有点伤心呢，因为他没有抽到自己的人偶。这时候赛文赶了过来，他说没关系，我要送你一个。他拿了一个泰罗的迷你人偶送给了泰罗奥特曼，是一个泰罗的必杀技人偶。泰罗把它挂在了脖子上，
谢谢你，赛文。那我也把这个可动的乐高人偶送给你吧。哈哈哈哈，谢谢你，泰罗，你真好。好啦，今天的奥特曼玩具故事就到这里。喜欢记得给我们点赞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